是它这个地方啊，除了游客以外，当地人一直还是比较少。有星巴克。对，对，那个货柜屋星巴克，这个花莲的新天堂乐园。我那天说话本来都没人住，后来盖了一大堆别墅的就是这里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多棒啊！你看，像我们刚刚去吃饭的那个地方，长滨，那个台东长滨那边啊，那边的地多少钱知道吗？一坪6000到8000，农地一坪6000到8000。可是你买的盖房子，有没有人会管你？没有人会管你。我们就看到我们那个香港车上的香港朋友们啊。